你睇都得噶，唔使顶住噶。咁有咩用啊？呢嚿嘢推架车落水，系咪真噶？推架车落水啊？有咩用啊？攞啲货物浮落水唔怕电啊？定咩啊？唔得喎，冇得推落街喎、啊。得个喂，有咩用呢？呢架车真系唔知喎。嗯，唔知有咩用吓、啊？你知唔知啊？推唔到啊！咩拉布？你都冇讲唔到有咩用。佢哋就系话我拉布想屎，应该有用噶嘛，系嘛？正路冇理由俾嚿咁嘅嘢你废啊！唔知有咩用哇？原来真系会烂，白痴食屎仔！呢个奇怪，我明明想到佢，原来攞嚟顶住龙门，真系顶住。好。好白痴啲咁，白痴陷阱。好，系啊，啊，总算过咗啦，总算过咗啦。我啲电筒咧，从来咁样闪啊闪啊，你熬咧，我觉得唔会修理好啦，只要越熬啲零件越散啊，越快坏。啊！你会你个电筒坏，你系会咁样处理咩？嚟啦！睇下冇咩执先。而家先系咁多砖头，食屎仔！啱啱又唔见咁多，周街都系。开门！哇，系呢度咩啊？我听到你声音啊，即系嗰啲巡声者，得翻一飞子弹。嘘，我吉死佢！哇，隔篱仲有只契弟。点搞喂？吉死呢一只先啊！呀！好，我攞水。好惊我的妈！铰剪，哇系，都系攞翻个砖头好啲，玻璃樽好大声啊，好难听。好辛苦听到啲啊啊啊！刺筋劲多，低能啊！点解会知啊？咩人哋唔搞咩？我位兄弟话我咩人哋唔搞我搞。我佢迟早会发癫揾到我啦，大佬！我黐筋，点解会黐黐线？
吉死佢先。吉落去。吓死一，嗰个黐线啊！咩事啊？冇理由啊，大佬。咁鬼多隻，先殺呢只前面呢个契弟。呀！黐筋！呀呀呀！哇！黐线啊！强暴小妹妹变态，有三隻总共，而家有一个砖头，一支子弹。呢度附近仲有冇砖头？大佬冇补给嘅话都好难打，应该点搞啊？我觉得先杀第一隻可以完全隐密杀，一抌个砖头啊，好恶顶啊！点都系杀咗呢只先嘅，即系尽量要，我都唔知点样可以隐密杀到其他。在背脊桶是吧，好像就可以。等他过去那边之后再找机会捅下去。我先杀了这只先。跟着我等他离开了。他在屋里。好。Yeah! 好。系啦，跟住就仲有两隻，初步估计两隻，可能有更多。好，嚟啦，过嚟啊！死神正柱后。哇，听啲声，只有争少少，好似仲有两只，我 feel 到啲声系有重复嘅低能。点解我啱啱嗰下唔系暗杀？明明佢都唔知黐线。好，嚟啦，走啊！懒啊，死契弟！杀！终极忍者，好，执咗子弹，有两飞宝贵子弹。哦，原来呢个 cam 佢，过嚟啊！正蠢材，嚟啊！呀呀呀呀！嚟啊！未睇下啲声，起码仲有两三只。我黐筋，一时一变，争少少今次，捉到路噶啦！咁样我喺坐底杀三只。今次一定搞得掂，一开头只嘢唔系要经过咩？嚟啦嚟啦！
好，我过到去啱啦。人哋唔搞我，我偏要搞你呀！哇，佢大发慈悲，俾三粒蛋我。好，但系蛋系冇用嗰啲嘢 game， 你一掟一嚟，除咗爆头之外，冇作用。二系嘈到拆天，之后成扎友冲埋嚟，一样死。点解冇得暗杀低能嘅？我黐筋你低能，弱智啊！白痴一慢少少啊，咁样戆居。我想暗杀睇下会唔会喺背啲嘢位置有机会。佢即刻闻到阵除，一慢咗就冇啦，低能到爆，一定要硬碰，食屎仔，懒啊契弟，行快啲啊，夹乜鬼嘢？佢捐去间垃圾房，好，人哋唔搞我，佢喺度。你试下嘈一嘈，佢咪一样搞我，唔好怪我啊！要怪就怪你变咗做火孤人，点解啲友好似已经知道晒我行踪？啊！黐线已经玩完啦，唔知咩事，佢嗌乜鬼嘢啊？有警觉性啊！突然间。生个后眼，呢啲咩边际报酬递减定律，越玩越碎，苦鬼难玩，懒啦契弟，唔使喺度扮好扮喺度，你根本就知道，好虚伪喎呢啲人。嗌乜鬼嘢啊？点解得翻一粒子弹？啱啱明明有三粒汁，又孤寒。好，系啊，契弟，过嚟啊！呢度好烦，过嚟啊，过嚟啊！个低能啊！点解啊？黐线，佢突然间知道嗰个系咩事啊，大佬！点搞啊？喂，好嚟啦！点都杀咗呢只先。我想试下呢个位，褪后一格，试下可以暗杀佢，睇下佢会行边边。好嚟啦！黐筋，
子啊，嗰个白痴啊，中砖头点解？系咩事？点解佢会知啊？闻到体香啊，话黐孖筋难玩到爆啊，大佬咁冇得暗杀，咁焗住一定要攞砖头啊！用砖头之后，第三隻又会嚟了。点解佢会知道我啊？吓、电筒定乜鬼嘢？冇理由啊！好似呢隻我都唔知道，大佬我已经完全有冇人知道点解 AI 识学习嘅系嘛？呢一只嘢点都可以杀啊！呢只嘢系俾你出气，佢知道你每次输咗定一只都杀唔到，我好嬲！吔屎啊！你个契弟，好好，只能够硬碰硬，唔使讲咁多。硬碰仲好，我而家知道点搞，唔使谂咁多嘢。闻我体香，死变态仔！嚟啊，过嚟啊，嚟啊！哇！佢又匿埋呢边，好贱格，成日改变。哇！前面有三隻我的妈，好，翻翻去，执咗嘢。嚟啦嚟啦，过嚟啊 ！Come on， 我一定要杀！呀！哇！我的妈，班禽兽！我的妈！宁愿电死都唔变，宁愿电死都唔益你班变态仔，合嘢系喎，啱啱执咗嗰啲，但系合都好难合啊，系嘛，合合唔似都唔知，试下啦，唉，极难搞，啱啱喺嗰度系可以执到啲嘢嘅，我发现啊，啱啱第二次佢点解冇发现我系咩？因为佢。唔够近啦，定系因为我笃细力啲就冇事，我都唔知踢到声，我都唔肯定。而家呢度 total 有四隻，呢度咧有两嚿砖头，杀！合啲咩啊？喂，先立咗啲架生先。好似都合唔到喎，喂。好嚟啦！好，吔屎啊！呀！救命啊！
喂，够砖啦喂！停一停先。佢可能唔知道我喺边呢。好嚟啦！喂啊 ！Good boy， 只要我乖乖地唔出声，佢一样冇我 fit。好嚟啊！蘑菇人。哇！救命咩事啊？呀！点解唔够打啊？等先，我而家觉得我首先要确保晒啲砖头位置先，如果唔系咁样冇得搞啊！依度有一嚿。呢个系咪无限啊？我都唔知系咪无限，但我先稳定啲位先。呢个我而家手上有一嚿砖头，咁呢度有两嚿，佢可能有四 ，total 有四隻，有冇可能唔杀啊？但我都觉系应该得，但我觉得系极难难噶，即系嗰啲咩超隐密嗰啲仲难搞，我觉得。好嚟啦，有隻嘢嚟到啦。好，等佢走咗先。好。Yeah!呢度都仲有一嚿砖头，咁即系 total 有三嚿砖。如果系咁，应该可以一战，可以一鼓作气。好惊啊！吓死啊！契弟，我系咩事啊？点解中砖头会有咁样低咩能啊？佢个头练咗铁头功，敲个头顶咗十几次之后，定系佢有反应嘅时候先至会咁样？我都唔知道，大佬吓。啊用夺命教剪脚，熄灯呢只 game 熄灯冇用嘅，讲咗好多次啊！佢哋唔系斋，一系闻味，一系就闻体香，一系就听声，唔使再讲呢个电筒噶啦，唔关事啊！你睇下呢只咁样照落去，如果系咁，点解佢唔过嚟？喂，照田鸡系嘛？好，好鬼难搞呢一度。系啦，应该差唔多到啦，条溪底可以一战啊！有咁多砖头，理论上系够做嘅。系你。生性啊，掉佢掉到佢硬棍，一刀捅落去，跟住就即刻要执第二嚿砖头，系冇得歇息嘅，系唔可以有犯错。我只要 miss 一嚿砖头都足以归西。我白痴都冇人走，有冇见到艾利做啊？咩蠢事啊？
啱啱我知点，可能就系咁样，根本冇掉掉落去低能墙咯。而家终于知道冇理由嘅，掉砖头系唔会失败，正路系唔会失败，系佢吓嗨鬼咗落去啲唔知咩位，极度愚笨，好蠢啊！你紧张一滞，死靓妹，杀！系啊，冇理由唔得嘅，可以一战。点都要杀两只，而家已经系极度紧张，话俾你听，预战再现。系啊，好。吔屎啊！必杀！做乜鬼嘢啊？你系第二次做咗蠢事啊？点解佢会咁样啊？成日犯错。好唔听话呢、這个小妹妹，点解一开头嗰度喺隔篱门片，直情系强行片佢三下，我都仲 KO 到，而家攞埋砖头，必杀砖头都打唔赢，系咩事？不断进化人哋，呢个战争。恃强凌弱，嚟啊，过嚟啊！呀，哇，佢识挡砖头，我啱啱见到啊！喂，咁好难搞喎、啊，喂，已经25分啦，喂，要点做？而家要唔得，要商量下作战计划，吓、啊，仲有5分钟要开收工模式，先讨论咗个战术先，冇唔使杀，直接行过去，吸收烟气，唔好俾佢发现先打，佢一发现你砖头都冇效，砖头嘅三连击，巡星者要偷袭，熄灯系有用，有啲人又话转难度，有啲人仲有咩转 easy， 除咗咧行左边。引佢落水。